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看顾我们，你蛮有慈爱，恩典怜悯。天父，我们谢谢，因为你不看我们人是卑微的，你乐意让我们来敬拜你，你乐意让我们来服侍你，因为这在彩虹里面那个约定已经确实了。我们谢谢你，天父帮助我们，我们过去或许一个礼拜有许多的不愉快，许多的困扰、挫折、失败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确信你的恩典、你的慈爱怜悯就在哪里，帮助我们再一次到你的面前，帮助我们再一次安息在你的里面，帮助我们可以体会那橄榄树虽然不效力，葡萄树也不结果，圈中也没有羊，也没有牛，但是我们仍然要因耶和华的话生活，帮助我们去体会主你所赐下的喜乐是我们力量的泉源，主你的救恩就是我们的盼望，帮助我们走在你的里面。因为我们这时候也要将这段的今天的所有的崇拜仰望在你的手里，你来带领我们，你来安静我们的心，你的圣灵在这时候管理我们的心灵，我们心思意念可以专心的来聆听牧师所要给我们传讲的讯息。天父也帮助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你教导我们的祷告，我们也愿意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这时候我们要来读一段圣经，今天主要读的圣经记载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。翻到请弟兄姐妹仔细听我来念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我们接下来的正道要请千惠牧师来正道，千惠牧师所要正道的题目是父母和儿女的本分，千惠牧师请。